今天你会学到如何用喜欢和不喜欢造句，句子非常的实用，一定要记好笔记，然后多练习哦。你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要开始咯。我喜欢芬兰，我喜欢芬兰，我喜欢那本书，我喜欢那本书。现在我来多补充几个例句。喜欢加名词。一，妈妈喜欢这件衣服，妈妈喜欢这件衣服。二，爸爸喜欢跑车，爸爸喜欢跑车。三，他喜欢袋鼠，他喜欢袋鼠。如果我想造一个句子， My sister likes her new bed. My sister 是我妹妹， Her new bed 是她的新书包，我应该怎么造句呢？那这个呢？ They like dinosaurs. They 是他们， dinosaurs 是恐龙，我应该怎么造句呢？我喜欢我的朋友们，我喜欢我的朋友们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我不喜欢那个女生，我不喜欢那个女生。喜欢加主词。一，我们喜欢泰勒斯，我们喜欢泰勒斯。二，他喜欢Joe的女儿，他喜欢Joe的女儿。三，你们喜欢中文老师，你们喜欢中文老师。不喜欢加主词。一，小美不喜欢她的同学，小美不喜欢她的同学。二，我不喜欢我的同事，我不喜欢我的同事。三，她不喜欢她的老板，她不喜欢她的老板。如果我想造一个句子， Johnny likes that actor. Johnny 是强尼， that actor 是那个演员，我应该怎么造句呢？那这个呢？ We don't like our neighbors. We 是我们， our neighbors 是我们的邻居，我应该怎么造句呢？我喜欢听音乐，我喜欢听音乐，我喜欢睡觉，我喜欢睡觉。我不喜欢打扫，我不喜欢打扫。喜欢加动词。一，你喜欢看电影，你喜欢看电影。二，他儿子喜欢打篮球，他儿子喜欢打篮球。三，我表哥喜欢旅行，我表哥喜欢旅行。不喜欢加动词。一，他不喜欢做家事，他不喜欢做家事。二，你朋友不喜欢看书，你朋友不喜欢看书。三，我不喜欢跳舞，我不喜欢跳舞。如果我想造一个句子， His mom likes shopping. His mom 是他的妈妈， shopping 是购物，我应该怎么造句呢？那这个呢？ She doesn't like watching horror movies. She 是她， horror movies 是恐怖电影，我应该怎么造句呢？这些句子非常的实用，你都学会了吗？如果还没的话，记得多看几次影片哦。
那你喜欢看我的影片学中文吗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想法。你们的热情是我继续创作影片最大的动力。如果不想错过我更多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哟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